小时乐，生日快乐啊！亲你媳妇一卡。啊，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是怎么跑了呢？唱给谁听的？随便唱来，随便。我唱给你听的吗？随便唱来。能上来，给小石头听的啊。底特出去拍拍家吗？拍拍。小石头今天晚上啊，今天晚上过生日家吗？啊，老铁们啊，今天在三元街直播间34.9元家吗？啊，一罐、两罐、三罐、四罐，家吗？34.9元给大伙发四罐，家吗？啊，这个里边是洁齿棒啊，帮助狗的清洁牙齿的，打开的啊，哎，来帮助狗的清洁牙齿，磨牙，既磨牙又洁齿，既清洁口腔又除异味啊，又除臭味啊。我问老四啊，家吗？啪，我买东东吃啊。老四，今天你媳妇过生日，这给谁吃？老四，给谁吃？老三，啊，给你媳妇吃，那给你要不要？啊，给他媳妇啊，你不吃啊，老三，啊，你不吃，你不吃，老三啊，不吃，给媳妇吃，行。你那愿意一半吧，行吗？你愿意一半吧啊，你俩还挺暧昧，是不是？给你一半，啊，给你一个，你愿意一半行，是吧？你说这是啊，患难夫妻。还得给它掰成小块，你看，还得给它掰成小块。石亮，小的，你小泰迪吃饭怎么那么这么仔细呢？老四，你看你媳妇吃饭咋这么仔细呢？啊？20斤的狗粮联系客服啊，家吗？啊，以前那种大包装，联系客服就可以。拌粮吃啊，家妈，这个罐头给自己家狗子拌粮吃啊，特别喜欢吃啊。6罐一共是，好不好吃，老四？啊！打你，我怎么打你？我打他了，老四啊！干啥呀？你别动，我揍他！老四，别扒拉我，你别扒拉我，老四，姐夫打他！哎，干啥呀？给你个肉干吃吧，你老头不让我打你。给你一个，啊，你还挺护媳妇儿，四哥还挺护媳妇儿。主播好，主播你有小狗吗？想买一只，没有小狗，咱家没有小狗卖啊，没有小狗卖。啊。